好，各位好，我是小新。那么 iPhone 12和12 Pro 呢已经上市有一段时间了，那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买到自己喜欢的颜色呀、啊、可以在评论里面分享一下。那么在我使用差不多两周之后呢，我发现 iPhone 12 Pro 上面的亮点呢比我们想象还要更多。那么今天呢，我们就重点来跟大家聊一聊大家最关心的拍照、信号还有续航。那么从这两周的体验来看呢， iPhone 12 Pro 和11 Pro 甚至11 Pro Max 呢最大的不同啊，就是在于这个全新加入的 LiDAR 传感器。那么在三颗摄像头的配置上呢，超广角、广角以及长焦呢依然都是1200万像素。那么从像素的层面来看呢，和之前并没有什么差别。不过呢，理论上来讲呢， iPhone 每一年都会更新镜头模组和 CMOS， 只是呢苹果还有相关的供应链厂商呢从来都不会公布一些细节，所以呢我们就不用纠结 CMOS 的型号和镜头的模组的一些差别了。那么从已知的信息来看呢， iPhone 12 Pro 上面这颗广角镜头，也就是主摄镜头呢，光圈呢增大到了 f1.6， 这和上一代呢比起来会有更大的这个进光量，好处呢当然是显而易见了，就是在弱光环境下的拍照呢效果会更好一些。那么这里呢先给大家看几组样张呢，这是 iPhone 12 Pro 和11 Pro 的样张对比。在光线比较好的情况下呢，两边应该是看不出什么差别的，只有在光线比较复杂而且呢环境光比较暗的情况下，比较弱光的一个情况下，手动关闭夜景模式，这种情况下呢才能看得出来略微的差别，但是平时我们使用真的是不太容易感知到差别的。另外对于 iPhone 的用户来说呢，从 iPhone 7 Plus 开始啊，这个配备的人像模式呢一直大家都是想用又不敢用的功能。想用呢是因为 iPhone 计算出来的这个景深以及虚化效果都会根据这个虚拟光圈的大小来改变背景的模糊程度，连背景的光斑呢都会根据这个虚拟光圈的意境来改变大小，这和真实物理光圈拍摄到的景深虚化呢是非常相似的。那么不想用呢是因为这个人像模式呢经常会翻车，因为景深呢是通过两个镜头的像场差来计算得出来的，所以呢在一些细节的地方，比如说头发的边缘呢，或者是透明的一些材质的周围啊经常会发生这种比较严重的抠像错误的一个情况。那么这在包括 iPhone 11 Pro 系列的手机在内呢都是非常常见的，而且呢在人像模式当中呢通常只是识别到人的轮廓，对于背景呢进行虚化处理，但是呢并不会处理前景。那么这在一些有前景的情况下呢，让照片看起来就有点像人物被披在一个模糊背景里面的一个感觉，有一点点不太真实啊。不过呢这一次 iPhone 12 Pro 呢加入这个 LiDAR 传感器之后，显而易见获得了更加真实的景深，不管是头发还是透明物体甚至是玻璃杯，都可以在人像模式下呢用自然的虚化呢呈现出来。那么这种虚化的效果呢第一眼看上去还是很自然很真实的。那么 LiDAR 传感器在这整个过程中起到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呢？我们用红外的相机呢就可以看到，在激活 LiDAR 之后呢会和 Face ID 一样的会投射一个用来定位的点阵。不过呢相比之下 LiDAR 这个点阵呢会密度更小一些，那么除了周围一圈用来定位和识别的范围的这个波形点阵之外呢，中间这一块最密集的区域啊是由四个12×12的点阵反复的闪烁构成的。工作原理呢和 Face ID 的后半段呢大致是相同的，就是通过点阵投射在人物或者说别的物体上，再通过一个传感器的接收返回来的光，那么计算出来一个时间差。这样一来呢确定了每个点对应的位置的这个深度之后，该如何计算匹配这个景深，就是 ISP 和相机的这个算法的事情。而且 iPhone 12 Pro 即使在没有开人像模式的时候，在自动模式也就是说默认拍照的这个界面呢， LiDAR 依然是可以工作的，因为它可以帮助手机啊在各种环境下快速的对焦，尤其是在夜晚或者说光照环境比较差的环境里啊，对焦速度和上一代相比呢有了很大幅的提升，而且对焦的准确度呢也有一定的提升。那么既然 iPhone 能够通过 LiDAR 传感器获得更加真实的景深，那我们心里就有一个疑问了，通过这些真实的景深信息， A14 的 ISP 和 iOS14 的算法最终生成的这个人像照片呢和相机的真实景深到底有没有差别，或者说有多大的差别。那么于是呢我们就有了接下来的这个对比实验。首先呢我们先来限定一些条件呢，因为 iPhone 12 Pro 在人像模式下呢是无法开启这个超广角镜头的，只能调用广角和长焦，也就是一倍和两倍等效的焦距呢分别是26毫米和52毫米。那么为了让相机的焦距更加匹配呢，我们就选择手上这个24105的镜头，最大的光圈是 F4， 配合刚好是1200万像素的 A7S3 相机啊，后期呢把 iPhone 12 Pro 的照片手动调到 F4 的这个虚拟光圈，
那么拍照时候的对焦点也是手动控制在同一个区域，那么快门时间、白平衡之类的就让它全部都自动了。那么最大限度的保证两台这个设备的参数呢是一致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先来给大家看几组样张，大家可以猜一猜哪一边是 iPhone 拍的，哪一边是 A7S 3拍的。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猜对呀？那么其实刚才这几组样张呢，在不放大的情况下，几乎已经看不出什么差别了。那么大家认为这个结果是不是符合自己的这个预期呢？那么通过这个测试啊，给我的感觉就是 iPhone 12 Pro 的这个虚化效果已经非常接近相机的真实虚化了。那么 iPhone 12 Pro 的这个表现呢，可以用出乎意料来形容了。那么看来啊，新加入的这个激光雷达传感器呢，还真是起了不小的作用。那么相信以后呢，这种计算科学的手段呢，还会应用在更多的场景。而且呢，手机拍照还有一个比相机更好的优势，就是它很方便，在一些逆光的场景下面也会自动触发 HDR 的模式，进一步提高这个拍照的成片率。那么关于人像模式下的最近对焦距离呢，苹果官方并没有给出一个准确的数值。我们通过测试呢得出来的一个结果就是26毫米的这个广角镜头呢大约是20厘米的最近对焦距离，52毫米的长焦镜头呢，也就是两倍的这个镜头的对焦距离呢就来到了30厘米以上了。而且呢同时都限定了被拍摄的物体都需要在2.5米范围内啊，所以呢这样大概也就算出来这个LiDAR传感器的一个工作范围了。不过呢，既然是 iPhone 呢，当然也是可以通过第三方的软件来增强各方面的体验的。比如说，在这个非常出名的拍照软件里啊，人像模式的最近对焦距离呢就被解除了，即使是镜头离被摄物体呢只有10厘米左右的时候，也能正常工作，并且呢，通过这个模式下拍摄的照片呢，通过自带的相册也是可以看到它是一张正常的人像模式的照片。那么在物理特性之外呢 ，A14 和 iOS14 的算法的特性也有加强。那么在 iPhone 12以及 iPhone 12 Pro 上呢，这颗超广角的镜头同样也能调用夜景模式来拍照了。这对于喜欢用超广角的用户来说呢，极大程度的提高了我们的用户体验啊，即使是天黑了，也能近距离用超广角的镜头呢拍摄出来比较清晰的一个照片。那么同样人像模式呢也能开启这个夜景模式，只不过呢只有在一倍的模式下才能开启，在两倍的情况下呢系统会提示你可以开启夜景模式，然而你点击一下呢就会退回到一倍的这个取景范围。在这种情况下呢，结合之前介绍过的这个真实的景深虚化，那么 iPhone 12 Pro 在夜间拍摄出来的照片呢也会有一种相机配上大光圈镜头的这个景深虚化效果。那么另外前置镜头呢也能开启这个夜景模式啊，在昏暗的场景里自拍也不用调亮这个手机的屏幕，或者说拍摄出来一个满满都是噪点的照片了。那么总的来说，在相机这部分呢，夜景模式的一个加持呢，可以让我们在平时使用的时候能够大大提高用户体验。好，那么相机部分呢，我们已经讲了这么多了，大家结合自己的使用体验，应该已经对 iPhone 12 Pro 的这个拍照表现呢有了一定的了解了。那么除了这些以外呢，大家更关心的另外两个点呢，就是 5G 和续航了。那么这两个点呢，其实是可以放一起来讲的，因为有了 5G 再加上缩小了容量的电池啊，就变得更加不耐用了。那么在这些天粗略的使用来看呢，在开启自动 5G 的情况下，这个续航成绩啊有明显不如以前的一个感觉。那我也咨询了身边的一些使用了 iPhone 12和 iPhone 12 Pro 的一些朋友啊都有这种感觉。因为 5G 本身呢就比 4G 更加耗电，那么身边也有一些朋友让手机呢强制使用 4G， 续航成绩确实有所提升。那么为了更加精准的得到这个结果呢，我就做了一组对比测试。我找了3个需要实时消耗流量的一个场景呢，分别是 B 站直播、抖音直播和微信视频通话。那么关闭了屏幕的自动亮度，每个场景呢都跑30分钟，总计呢是1.5个小时，分别对比了强开 5G 和强开 4G。在开始之前呢，也是把电量充满至100，然后呢再继续充半个小时。那么具体耗电情况如何呢？大家可以先看一下屏幕上面的这个数据。那么可以看到每个环节两者呢都有差距。在第一个环节 ，B 站直播30分钟以后呢，两者相差了2%。那么第二个抖音直播30分钟以后啊，两者相差了4%。而最终3个程序跑完以后呢 ，5G 模式下的剩余电量是68%，而 4G 模式下的剩余电量是78%，相差了10个百分点。所以呢，看到这儿大家也应该都知道手里的这个 iPhone 12该怎么用了吧？那其实对于 iPhone 的老用户来说呢，大家期待的可能不是 iPhone 上 5G， 而是更加期待 iPhone 能有一个更稳定的信号。
当然了，苹果为了平衡 5G 的速度和电池的续航呢，在系统当中也是加入了一个自动 5G 的选项。那么提示说，自动 5G 仅在不会显著降低电池续航能力时使用 5G。所以呢，开启自动 5G， 即使是你处于 5G 信号比较强的区域啊，系统也会根据手机的使用情况来自动切换为 4G 网络。那比如说在锁屏几分钟以后啊，手机就会自动切换为 4G。当你点亮屏幕的时候啊，信号就会马上再变回 5G。但是呢，在使用过程中的这个逻辑呢，我目前还没有找到一个准确的这个切换的一个场景，所以呢，为了省事，你可能会选择一个自动 5G 的模式来使用，但其实这也并非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因为 4G 和 5G 网络切换的瞬间呢，其实是会更加耗电的。那么根据实际的使用情况来看呢，自动 5G 反而比强制开 5G 呢会更耗电。那么但是这个呢是没办法准确的测试出来差别的，那么只有一个大概的这个感觉。所以说在体验了这些天以后呢，我目前对于这三种模式的使用推荐就是，如果说你对于网络速度没有那么高的要求，那么只是在很短的时间会用到大流量的一个情况，那还是建议你强开 4G 模式。那如果说你买这台手机就是为了享受更高的速度，而且不在乎这个消耗流量的话呢，出门在外的时候也会随身带移动电源的话呢，那不用考虑，直接上 5G 就可以了。好，那么关于 iPhone 12和 iPhone 12 Pro 的其他参数点呢，因为时间和篇幅的关系呢，我们就不展开多讲了。那么处理器和屏幕呢依然都是顶级的，双扬声器的体验也很好，那么震动马达呢也又变大了，反馈的手感也会更加清脆。那充电呢还是那个 iPhone， 只要使用支持 9V 2.2A 以上的这个充电头呢，都能享受20瓦的满速充电。那么同样的情况下， MagSafe 的线上功率呢也能达到18瓦，不过呢这个更多的时候呢还是维持在10瓦左右的充电，而且呢对于温度也是非常敏感，一旦温度稍微飙升一点点啊，这个功率就会下降到7.5瓦附近。所以呢，着急的话呢就用线充，图方便的话呢就用无线充电，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使用场景呢来选择就可以了。好了，以上呢就是关于 iPhone 12和 iPhone 12 Pro 的一些体验分享。那么这期节目的所有的结论和测试结果呢，都是基于现有的 iOS 14.1 的固件完成的，相信后续呢也会通过软件更新的方式来更新和优化相关的细节。那么等有了新的改进呢，我会在社交平台呢跟大家分享，所以大家也别忘了点个关注。那么同时呢，也欢迎大家转发、评论、互动以及一键三连支持一下，感谢各位，我是小新，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